青青，今日之事皆非我所愿，事发突然，我也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。梦境里，青剑便是借着这场婚礼掳走了你，又通过你控制了孔雀教，再通过孔雀教逼宫荣誉，以至于摧毁了孔雀城。我担心若我不出手干预，他还是会成功。好好的婚礼搞成这样，哪个女孩子能受得了吗？青青，这些都是梦境里的事情，你相信我，此生我定不负你。不过你我的婚礼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点，我担心青剑会再次利用你掌控孔雀教，我不敢赌这万一的可能。我希望你能够马上辞去孔雀教圣使的职位。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为何我竟触碰不到周围的人？是吗？是明日我与青青的大婚之日。牧羊，
城主，杜摩前胆大妄为，谋害先城主，一律当杀。此事就不劳大人费心了，我自有定夺。是。骨头还挺硬的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能有多硬。上伞行。是。等用完刑以后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能像现在这么硬。快点。舒服吧？啊，够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城主。他虽然罪无可恕，但对外依旧是我的夫君。将他打入洛霜阁，从今往后，我与他此生不复相见。慢点，慢点！哎，你轻点，轻点啊！把他搬到屋里去。哎，好好好。李伯，哎呀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，咱们关不住啊，终于重新开张了。是啊。